麦克底下有诶无诶，啊有啥物好考诶？要考啥？不要把女人想的讲的那么懦弱，好不好？不要把女生讲的这么哦，跟她就无好诶安尼，这有啥物好考诶？啊就无啊，我真的是无添加磷酸盐呐，差死蛋！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新闻媒体在看，我李明山，我郑重说明一次，我不屑做这种事情，这就是我。好了，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因为运送过程中会有蛋白质嘛，就跟人体运送氧气。你讲杨五花啦，随便他。我跟你讲，随便他，反正他讲一条，我告一条。反正我就看他有多少钱。我跟你讲，我简单来讲啦，如果你讲事实，丢妹，我跟你讲，我会很郑重跟大家道歉。但是如果你因为攻击抹黑，因为你讨厌我这个直播主，你因为要一直针对我，你要一直来骂我，还是要骂我的家，还是要骂我？我都没有关系，可是不要再出这种垃圾波了。他昨天直播上有讲，昨天直播的时候他有留直播吧？他说有啊。他昨天直播上有说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昨天直播上有说，我家人他是用6个账号来买的，结果他今天跟媒体说。怎么样？哦，消费者是消费者哦，跨美贵哦，很怕没有申诉无门。对，可是各位郎 K 啊，我们丢丢妹的客服什么时候会申诉无门啊？你说直播主真的颜值没有很好看了、啊，可是我的客服，我跟你讲，我太有信心了、啊。对。啊？干嘛？有怪怪的吗？有怪怪的吗？嗯、这样懂了吗？啊，公道自在人心啊。其实我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切，我话我也不会再讲太多了，反正一切都是交由。政府来帮丢妹换一个，就是一个时间会说话了。时间会说话，因为我现在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丢妹讲再多，不相信的人也是不相信。你们觉得我错的人都觉得我错，那我也不想要再解释，我也不想再说，我都讲了，不管他未来对我的任何的指控，我都不想要再对外再发言了，好累哦。自从上一次新博事件，也是他闹我的，对不对？他攻击丢丢妹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次了，我相信大家都有清楚，大家都看到，他攻击我牛肉的时候，新博真的还提高对他有一些法律程序，我们对他有法律程序，他有办法把黑的讲成白的，白的讲成黑的，我真的觉得我也还蛮佩服他的。出事的时候就他那个家人就拿到火上来烤了，就开始哦，干你娘，你别那别像弄个塞，你别问囝的安怎安怎，看你娘他这。我真的觉得不要再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真的，因为我真的我直播真的蛮多年，那丢妹直接讲说我不会，我觉得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是面对了，那
你不能去误导消费者的那些不是真正的事实。哦，然后为什么要误导？然后又要再扯南哥哥，到底南哥哥的事情有什么好吵的？南哥哥，然后对南哥在直播上也有讲，为什么当初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当初，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谢东，记得吧？可是现在大家又像好朋友一样啊，就没事啊。哪谁跟谁不会有纷争啊？啊，好，越好的人讲话越大声啊，啊，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啊，好了，过了就是过了，有需要你们这些外人来这边左右来左右去的吗？对不对？南哥哥还是做最大的啊，还是干嘛的？那我也觉得很好笑，他之前被踢爆锅子的事情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了，不用讲。他也没有做说明啊。不是啊，他觉得他的事情他都不会做说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台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虾子片重量，实质上摆在面前的800克，说人家说一公斤当客人卖，他也不会去讲。台湾国网的 Mark 东森报的 Mark， 他也不会去讲，反正就是台湾做的啦。反正他的一律规定，反正你以后这是像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磷酸盐的事情。你以后说不管了，我就是没加了，你也不用像这样解释了，你就说一句没加，媒体来没有哦，就进去做你自己的事。以后我应该要这样子，你就这样就好了。我不是没有加啦，没有，不讲了，不用，没有，不用不解释了啦。对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你懂吗？我也直接讲说，真的是鬼刚哎，超累的。不用再讲南哥哥的事了啦。对，南哥是你想知道真相，去问南哥哥嘛，啊，就是很简单。谢董也在，那时候我们这个就问谢董就好了嘛，对不 对？问谢董就好了。啊，好的时候，不好的时候，大家一定都会大声嘛。啊，好的时候，现在我也跟他也很好了、啊，不是吗？大家也是一天要挖地来，那这哪有什么样？需要你们在旁边煽阴风点鬼火吗？不用吧，不要这样子，没有什么好那个的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又在说组合肉啊，组合肉啊，你就去报嘛，不是事实我就告你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事实？不是你风吹出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他的那个检验报告咧，那一张，这两张，他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检验要遮起来？他是不是因为攻击而攻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遮起来？为什么他们要遮起来？为什么？来，为什么他们检验来？这个是台中的嘛？丢妹也是台北的嘛？这个是民间机构啊，测试包。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东西遮起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我问你们就好了、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SGS 他讲的嘛？为什么 SGS 要把它遮起来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解释这个更屌啊！自己改的、啊。他自己篡改哎、欸，他说政府规定啊，他这个是自己改的哦。来哦，他是自己。0.80。为什么他要来？我给你看，为什么要你放着地上就好了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把它遮起来？然后自己又篡改，自己又打。哎、欸，政府规定，极限值一公斤只能0.1克，这个不是极限值，政府规定是零。政府规定磷酸盐是零，不是0.1。对，然后、啊、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跟媒体讲嘛。哦，他今天我刚博学跟他开明星招待会嘞。哦，我做屌。哦，我看你俩去公家。他今天哦，他也很底气，好、哦、说他就拿了几包，好、哦，结果他很好笑，他去 SGS 检验。他被遮起来，他的被 SGS 这间实验室，他把他的东西遮起来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笑。我管这个是他遮的还是 SGS 遮的？他很好，把他遮起来啊。啊，不是，他们现在反驳啊，说这是 SGS， 就是 SGS 遮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我厂商的来源嘛，你拿我的东西去检验，你没有我厂商的来源，你一定会被人家遮起来嘛，是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懂吗？那也有可能是怎么样？60%是怎样？拿 A 出 B 啊，这都有可能。对啊，这都有可能，这都有可能。对啊，所以不是说哦，你讲哦，就你就要解释了哦，俩包干嘛？对啦，反正真的很没素质。我跟你讲，然后有人说啊，跟他们买了锅子，客人讲的啊，他们也不退人家费啊，封锁别人啊。废话，那么好赚，这个就是他们处理的态度，对不对？你两卡卖一偌济啊？你两卡卖多少？2980啊？1980。你两卡卖1980？他一卡就卖1980，一卡2000多啊？哦，2000多。可是你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是台湾的，人家是台湾国王，他那个不是像我们淘宝货，你不能这样子，对，对了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一直这样搞啦，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和气生财？对，他姓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他姓我忘记他姓李啦，他也姓李哦、喔啊，是吗？对，姓李、啊。哎，大哥，不要这样子。不要再这样子乱误导，等一下我讲就好了。李大哥，好、哦，
对方的抹黑造谣声势的那个李大哥，我真的拜托你一件事情，不要再这样子了，因为你只是显现你自己的无知，你的知识不够，你只是显得是瞎子为什么是蓝色，你就有办法，人家明明就是清白的，你都把它讲成是阿凡达，你都有办法把它讲成是瞎子有问题。李大哥，丢妹给你拜托啦，好不好？丢妹给你拜托啦，我真正无给你冲过啦。你讲你的粉专叫用色卡相冲的，我知影相冲的啦。你卡好啊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知影相冲的啦。我知道谁弄你粉专。反正他现在怎么样也都扯我们。我跟你讲，可是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啦，不是过啦。你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你就是一直在弄我嘛？那我在这边，我直播我也直接跟你讲说，你的粉专被锁，我没出去用垃圾波啦，我没出去用垃圾波啦。你听好，我不会去做这种肮脏地步啦，不是我啦，啊，我知道是谁啦，我还有证据的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证据？你来跟我要，我给你啦。对方挣八千多，这不是重点啦，安内恁听有无？哎。麦克底下有诶无诶，哎，有啥物好考诶？要考啥？不要把女人讲的那么懦弱，好不好？不要把女生讲的这么哦，跟她就无好诶，安尼，这有啥物好考诶？啊，就无啊，我那是无添加磷酸盐啦，差死！要开麦啊！我跟你讲啦，麦克底下差了啦，还死啊！哦，光辉哥，你要帮我扛哦，后来你帮我扛一扛啊，还死！很多没有很好笑啊，因为很多客人说帮我扛，后来帮我扛一扛啦，哦，都他们弄的不是我、哦。那他多靠北嘛？他不是被蛋塔用那个爆料影片吗？伊嘛恭喜过。不是，这个我们都不用去讲了。你知道他还多靠北吗？他还用水军去洗那个蛋塔他们的副评呢，洗他餐厅微点客的副评。咖喱鸟蛋塔他们打给我那边说，够可怜的。还、啊、有人说过去那边留言就直接被他锁了，正常啦。莫安呢就无聊了啦，4:30万位，我跟你讲，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新闻媒体在看。我李明山，我郑重说明一次。我不屑做这种事情，这就是我。好了，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你懂吗？我不会逃避责任，我的个性我不会逃避责任，你懂吗？然后针对他说我把他的粉专搞到锁起来这件事，李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挂。对啊，冤家，冤家归哎，冤家归冤家，可是不是我，就是不是我哦。叉叉叉叉直播台啦，叉叉叉嘛是恁中部的啦，安尼你就爱听我啦。啊，你讲是不是阮老爸？我跟你讲啦，唔是啦，我不爱佮讲啦。安尼啦，啊，你自己想是啥啦？几下个啦？你我跟你讲哦，大小间几下个？大小间几下个？安尼你听好无？是谁？你等去看，即马有咧做水产的啦。无大间啦，规模不大啦。啊，你看你之前跟上冤家嘛，对不？规模不大，我这边讲，那一间直播台规模不大，还蛮小的，甚至比你小。啊，那一条真的甚至比你小台啊，你会很意外啊，干什么事弄人？对啊，好像也倒台了吧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倒台，很少在播了啦。啊，那一条。